但这一件西瓜也超美，它这件就是它是有点黄黄的鹅黄色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它的其实它的那个西瓜上面是有一点纹路的，细棉麻，对，细棉麻的材质，棉麻，可是它不会有那种棉麻那种刺刺感觉，对，它是非常亲肤的那种棉麻，对，然后里面有内里，像这样子配也很好看，就是你们可以这样配。对，很美耶，就是而且这件西瓜超有，这件西瓜它很轻，它真的很轻哎，对，而且很有质感，它就是像这个天气很适合啊。说这一件呢，因为它的长度是比较中长度，就是不会到太短的那种，不是短版，刚好是有遮屁，刚好遮屁屁的位置，所以我觉得这一件的话还蛮赞的，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不想要短版的话，你们就挑这种版型，而且像。这个的肩宽，我觉得它这一件穿起来真的还蛮显肩小，它肩膀很 OK， 因为我就是不喜欢那种太宽的，对对对，可是它这一件很 OK， 我穿起来它真的是美式足球的那种，对，这样搭很好看，就是比较同色系的搭配，对，一定要追，真的，对，然后而且它的那个质感很好，这个是细棉麻中算是质料很好的，对，就是摸起来不会到刺肤的那种感觉，超有质感，你们也可以这样配，超有质感，很高级，对啊。这一件真的是很高级的，它很有气质。西外你们真的一定要买，因为西外真的很好看。对，这配西外。对啊。